论语学而第一，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：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子曰：导千乘之国，近士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是父母能竭其力，是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曾子曰：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子禽谓与子贡曰：夫子至于四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于义，以之于。子贡曰：夫子温良恭俭让，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亦夫人之求之于。子曰：父在观其志，父莫观其性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不有所不行之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有子曰：信尽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愿耻辱也；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忠也。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矣。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子曰：赐也。食可与言师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